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晨晨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把军八的录像。第一把是一个二元反贼，第二把来自一位观众的投稿，是一个刘琦主公，第三把也来自一位观众的投稿，是一个借张角主公。因为我自己的话呢，军八我就玩那几个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选了两把观众的投稿。你们要观看我的话，估计基本上就操婴儿园了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第一把是我自己打的，是一个反贼二元，这个将真的是相当的，反正我很喜欢，非常的喜欢。大家如果想入手的朋友，早点入手吧，我觉得这个将迟早涨价。曹英，虚荣什么的是500级嘛，他是300级，我觉得他是值500级的强度的，就跟别的起伏将比起来的话。好的，我们回到正题，这边是一个借张角主公啊，这边马超是跳了一个忠臣，哎，这个群马超已经很少见了呀。这边盲劈了一下马谡，是可以的，因为马谡在这个下面上看起来的话还是比较的偏反的，这将真的很少见啊。我大概真的，我可能打100把军八才见他一两次吧。马谡强度还是比较一般。哦，这边诸葛亮也是跳了一个钟，这张角还是强啊！雷霆之柱，直接凉凉吗？这么惨吗？好，这边我们的话去拿一下张角的一个白银狮子，自己过一下牌，过拆。二元的这个排差实在是太大了呀！不要纠结什么出不出杀的问题，有这个排差需要出什么杀？光拉排差就能给你拉死了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换一首歌，反正泫雅姐姐的歌有点太吵了。不过我还是很喜欢金泫雅的。臣等舔命，为陛下自爱。这边马岱是一个反贼，哎，直接把张让干掉了，还不错吧？说我智力，这反贼神话陀也感觉也没啥用，还没有关系，他们有我，对吧？我负责拉排插，华佗负责保证队友的一个生命，还是可以的。马岱就负责输出吧，其实我也是可以输出的嘛。二元有时候就是说你就基本牌杀杀杀也是很爽的。因为我们拿黑鲨就把红鲨留给华佗就好了，另外的红鲨也留给马岱，防止有人王盾嘛。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细了？其实就无所谓了，就强行解说一波。这边看马岱肯定是不会死的，就不用看。有一个华佗在这保他。需谨慎再三，方有一线生机。一边过差，哎，过差，我们为了防那个乐啊什么的，还是要保一下自己这个无懈的。这边无懈可击，哎，把木马拿过来，然后我们丢加一马。无中的话肯定是开给华佗了，因为这边还是很需要华佗的一个力量的。嗯，哎，再继续挂八卦阵，哇，这个好爽啊！我们再顺一手华佗，因为华佗反正手牌要移出了嘛。这边顺到一个万剑还非常不错啊，这个人品很不错，顺到了一张我比较需要的牌。也太流氓了，袁谭袁尚，谁说我没有输出？对，这边我们把那个寒冰剑留一下，因为怕自己下一轮没有寒冰去过牌嘛，没有那个装武器去过牌嘛。这边华佗呢，只需要保证自己的血量就可以了，也不用给马岱加。哎，就马岱这个将平时看着废啊，你去打张角的时候感觉还挺爽的，就直接没了嘛，就。不然感觉我好像不是这一局最耀眼的那颗星，好像马岱才是呀。但是 MVP 还是我的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把，第二把是一个刘琦主攻。刘琦这个将是我觉得平民武将里面算很不错的一个武将了，推荐大家玩一玩。我会玩的平民武将不多，刘琦算一个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的浮夸，主要是都花钱买齐服将了，对吧？凭什么不玩？就有时候
想换换口味的话，会玩一下什么刘琦呀、啊，然后还有什么平民武将是我会玩的、一时半会儿想不到。刘琦真的挺强的。里面问计戏志才，我真的挺讨厌戏志才这个将的，因为我感觉每次他在我们家的时候就单刀才，然后在别人家的时候就各种什么，看桃子啊，天赌桃子啊什么的，就感觉哇，真的八条命。这边司马懿和戏志才都跳了反贼，决定看一下周瑜。其实周瑜也是有一点点偏反的一个场面，因为他反剑的话。因为刘琦是囤章的话是可以摸很多牌嘛，然后周瑜的反剑还是能够带来一点小小的干扰的。心着魂魄一策一略，即使如此啊，还好没有天度桃，虽然是红桃，但是不是红桃桃。对，朱志这将也是挺不错的，在平民武将里面。其实包括祭黄盖也不错，祭黄盖也是我会玩的。平民武将，这边周瑜看一下，直接打下家。我们看一下左慈是什么？标左慈没有牌面啊，祭左慈还是比标左慈强度强了不少。这边跳了一个中，让我们暂时标一个中。决斗了周瑜，杀闪，没了吗？说好的排队闪比杀少呢？这边黄盖还不错啊，黄盖是一个中还是挺好的。决斗看一下周瑜会不会死。不过这司马懿这种将，我就在军妈里面我就不是很喜欢了，因为确实用处大部分时候用处不大。不这还是挺不错的，原木马被拿走了。无懈可击，问计，刘琦的问计就是还是特别厉害的。哇，这边铁锁火杀看一下，朱志凉凉看一下周瑜，周瑜没有死，有那么一点可惜。而且刘琦非常难得的是，他是全身份适用的，就是说主中内他都比较的合适，刀内也是很厉害的，因为他过牌量大嘛，还可以存点牌，然后内找一波机会这样子。这边看一下戏志才，戏志才没了，左慈没了。这里左慈是个内奸啊，那还不错啊，突然感觉有点开心啊。不然的话我估计左慈等到他动的时候他肯定要跳内了，因为毕竟死了一个反贼嘛。你看左慈相当委屈，说本来想老实待着的，硬是被你们打出来了。了解敌人比了解自己更重要，相当的委屈。这边有刘禅的放权，这个刘琦的强度就更大更高了呀。扎一刀，快乐。这边开一个桃园结义，桃园肯定是要开的。这无懈就没有必要给司马懿打了，因为你暂时也不会打死他嘛。这边的话呢，过差就先不要用了，因为这两个白板，木马也没有那么的重要，还不如把木马养肥了再把它拆掉或者顺手，对吧？其实你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够过一点桃子啊什么的，能够保一下黄盖，不过比较可惜。决斗司马懿，木马不要先挂，省得被反馈，因为你木马给刘禅的话，刘禅基本上是放权的，所以你没有必要去给刘禅。漂亮，这边直接把司马懿收下了，那这个局就赢了嘛。你都不说有个刘禅了，就是刘琦的单挑能力也是非常强的。九雷杀，戏志才，我和我最后的倔强。谨遵先生嘱咐。刘琦这个将还是挺推荐大家玩的，我还是很喜欢的。
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是一个戒章角主攻。戒章角的强度真的还是挺不错的，现在军八的那个置顶房经常是进戒章角的，啊，比标章角真的强太多了。就在还没有戒章角的时代，我是非常非常，我当中的话，如果主攻是那个标章角，我就非常嫌弃，我就不想玩，因为实在是弱爆了。戒章角这个强度提升了 N 个档次，主要是他开始有排插了，黑桃二到九改。好，这边回到牌局，袁绍是跳了一个中，好，选择劈甘宁。其实这边关羽甘宁都还是比较偏反的，貂蝉是对张角有威慑力的，但是貂蝉毕竟是个群雄嘛，要尊重一下他的势力，袁绍还是可以黄天的。无中生有，恩义断，义当绝。经典，乐不思蜀，是这关羽是这乐张角是为什么呢？哎，不过戒章角不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乐的，因为他是乐了的话，他那个可以判定批人嘛。但是如果说戒章角牌比较多，血比较残的时候是可以乐的，不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乐戒章角，只是说80%-90%的情况，一般没啥事别去乐他，因为他可以批人嘛。九雷杀。啊，这边也是跳了那个，跳了四连法，那么。还行吧，那个貂蝉没有使，哎，有貂蝉呢，有离魂蝉呢，啊，这是怎么乐还被拆啦？天哪，离魂吗？貂蝉，赶紧离魂啊！你不离魂，我怎么配音啊？就硬配吗？难道？不发动技能，我怎么学你配音呢？他不发动技能，那咱不配了，没办法。人去看一下巨兽。还真的死了，我就一直期待他能够离个魂，是吗？这边有一个决斗，哎，这决斗也是不用丢了，因为你这如果自己就也不知道决斗谁，你这唯一的选择决斗荀彧，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啥必要，还让荀彧补牌了，哎，雷霆之柱没有死呀，守谦退之节。关某向来恩怨，这借关羽的拼点还是挺讨厌的，其实借关羽强度也还可以。哦，这边袁绍也是没了。郭嘉是那，我记错了。这录像我刚看的，你这老年人记忆，熬夜把脑子熬坏掉了。主公要臣死。啊，这边荀彧是阵亡了，但是这个借关羽对于张角的限制还是有点太大了。这每一轮拼点杀你真的特别讨厌。将军，这些都伤了妾身，好不好吗？这些人家不喜欢吗？还给你吧。哎，不是说貂蝉没有发动技能不配音吗？为我的迷糊标错了身份而给你们一点补偿，好吧？我感觉这个配音 也挺生硬的，就是真的是硬配。连接关羽，哎，接关羽凉凉了。不过这个张角，哦，关羽还没有死，张角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。如果是内战打张角的话呢，尽量还是手上留一点那种可以强行压血的牌，比如说决斗啊、武功什么的。不过现在这种局就，我现在这种局也不用想那么多了，这张角能活下来就不错。这边其实还是拆巨兽的减一会比较好一点，但是在站在郭嘉的视角，他是一个内奸，确实也没错，他去拆那个八卦阵，因为身份不一样嘛。如果是中的话，肯定是要拆那个巨兽的减一了，因为这傻还是比较的难摸的，而且反正都已经到这种时候了，肯定会去劈那个运气去杀张角，因为张角没那么好摸傻。
顺手牵羊。这边我觉得顺的有一点点问题，这个肯定是要控距离的，你自己一直都没有闪，对吧？他可能想着说是居兽有可能有闪吧，顺一个闪过来，但是你要想你减一码还能卡他的顺呢，因为他顺你顺居兽的手牌是不一定能顺到闪的，但是你一旦卡他的减一的话会感觉会更稳一点，所以这边我个人还是更建议去顺那个减一码会好一点。这边还好啊，一直你看这边就很惨，一直没有摸到闪，不过还好吧，有一个九。鹤定北环，减一码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就经常你会被减一码卡一个九杀啊，什么顺手啊什么的，减一码真的非常重要。这边看巨兽，哦，还好还好，没有第二刀，有第二刀我估计死了，这个国家已经被榨干了，没有桃子了呀，一副被榨干的样子。这边肯定不改，因为留着给自己改。还不错，梅花回了个血，哇，不然又要死。这标装脚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哇，这边那个雷击判了个闪，还不错，梅花继续回个血，火拆拆掉这个可怜弩。这国家排序有点问题啊，先杀再决斗啊，杀他如果没闪你就决斗了，如果闪了你就不要决斗了。这边继续杀，继续判梅花，又回到了三血，这个一直判梅花还是很快乐啊。哇，靠着这个闪电张角是硬生生的从一血回到了四血，天哪。这边改一下，这边巨兽已经托管了，其实这边不选择给这个巨兽改闪电了，因为巨兽已经托管了，然后这个郭家的状态呢又比较不错，我这个主视角应该是想要去用这个闪电去限制郭家也是可以的。那可以改一个闪呀，可以改一个闪，我觉得可以拿一个梅花改闪，就是现在因为郭家有白银狮子嘛，你现在可以不劈他，但是可以拿梅花改个闪在自己手里会更好一点。